哎呦，哎，这小尖子，从哪像个女孩子家去？哎呦，吃虾！哎，你先去啊。这个排骨，我客气。瘦了。哎呀，你爸两天没回来了，估计又蹲点抓人去了。子秋出去玩吗？啊，对，找同学去了。我两天都没看见他人了，都玩疯了。你别说别人了。 你要不是你哥回来的话，不也找秦明月去了吗？我哥回来了，我就哪儿都不去，我就在家守着他。在家守着没问题，但你在外面，你别老这么抱你哥哥们，听见没有？没抱。你再说没抱，我厨房我都看见了，你蹭你就窜你哥身上去了，跟个猴似的飙到那房，你俩脚上那耷拉耷拉，你像个大姑娘那样吗？那我抱一下怎么了嘛？那大街上那么多人亲嘴，你不说。 别人家孩子我不管，你是我闺女，我就得管。哼，你看，你哥都笑话你。我哥不是笑我，哥是看见我开心，是不是？吃饭你不花。哼，哼，你现在就多听我说两句吧。等你开学了，去了北京，你想再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话，你都听不着了，你就好好珍惜吧你。哼，我喝汤。想吃饭再喝汤。我不，我和饭。 长得跟个活饭似的，哼，啊。